今天是我们离开巴鲁嘎的日子，我们今天要移动到 Orange 去。那因为呢，我们车子坐不下，所以呢，我们有三位会坐火车、公车这样转，所以今天晚上会到雪梨玩一天，然后隔天下午再坐火车进去 Orange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终于把这个房间清空了。然后呢，那个火车原本我们要订比较早会到的，总共耗时26个小时。但是因为呢大家最后很多人要一起搭，所以决定搭比较晚到的，但是要耗时33个小时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33小时大长征，敬请期待。我今天就是要来记录我们这33个小时，那我们移动到下一个城市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亚比，我们要去雪梨啦！队友们，我们跟20号房说再见，来，1、2、3。再见！哎，你们要转过来。再次站起来，来，室友们跟20号房说再见。亚比，来我们常常玩的泳池，拜拜我们煮饭的地方，20号房，拜拜我们的 Golf View Hotel， 谢谢你带来的美好回忆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里的车站虽然很简陋，可是它的厕所很厉害，很干净哦，然后就是超自动的那种。这里就有泡泡。躺下来，然后就还有手吹风机，然后很干净，很干净。然后它的最多使用时间是10分钟，然后还会放音乐给你听。如果你大便的时候，还有音乐听。送卫生纸，超狂。会不会太长？8个人，一行人要上车了，到 Albertville 再要2个小时。这是厕所，各位，这个我进去都有一点小拥挤了。拜拜，Corbin。第一段，我们现在第一段的车程是2个小时，从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镇 Corbin， 然后要到 Albertville。对 ，Albury， 然后2个小时，2个小时后见。第一段还算简单的，因为你只要坐巴士2个小时就到了，还可以忍耐。然后就看看之后火车要多久哦。到了，一行人要去咖啡厅买东西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是第二段非常厉害，8个小时的火车，对，8个小时要经历过午餐跟晚餐的时刻，所以呢要去买些东西在车上吃，然后就要搭车了。新义南门，我们现在要去 KFC， 因为这个咖啡厅没有东西可以买，而且要等很久。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。很累吗？很先进哦，手机直接给他 tap。好，然后他说你现在先直接选好吗？7号，各位，超酷哦！差点，看到，耶，可乐出来哩，超贵的哦。40分钟，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吃饭，然后等车子来，车子大概在30几分钟就到了。我们在一番的折腾，终于到了车上。我们的车体延误44分钟，然后上来之后呢，车子又坏，有地方坏掉，然后大家乱坐座位，澳洲人乱坐我们的座位哦。然后来吃饭。因为我们要坐8个小时，才到雪梨。
那我们的第二趟长征，我们的雪梨长征八小时，预备，开始。现在已经过四个小时了，我们还没到。一二三，不，你怎么变成一二三四？三、四、五，对，要连续。我们现在要去火车上面的 buffet， 就是买卖咖啡厅的地方。很旋转哎、欸！那个车厢呢，就是冷气坏掉，全部都不能坐。你是皇后哎、欸、I'm the king， 然后 be on top。 这是他的菜单，什么东西都有哦。由于呢他只看到想要买水，结果旁边就有水可以喝，喝得很开心，所以呢我们应该是没有要买，而且呢我们没有带卡，然后呢要用手机电子支付，没有网路，收不到讯号，所以没办法付钱。我现在要回去了，他先把它喝饱喝满，要多喝。我是水妹妹。六个小时，离我们抵达还有多久？两天。哈，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我们就有点不耐烦喽。说实在的，如果这餐没有麻将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扑克牌子。对，你为什么没有带来？在行李箱里。好饿哦。这边的人好看耶。有吗？我们到了 Sydney， 抵达，我们现在先去。这个就是 City。Yes，City 的味道好香哦。贡茶，终于喝到这种人人喝的饮料了。贡茶吗？耶！要那么大声！麻辣烫的是，好厉害哦！我今天吃了24块澳币，24块澳币就是480台币哦。好怕现在被拍到了。下午3点的车，现在大概是10点左右，所以呢有时间可以再逛一下这样子。吃
早餐。哦，超可爱的，就耶。我们现在要去逛逛啊。Oh my gosh！ 哇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我们的小菜，芽饼，好吃哦，好吃，好吃哦。我们现在吃完饭呢，要去逛逛雪梨哦，角度，逛逛雪梨咯，耶！因为我们两点半呢要回去旅店那边集合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趁现在能逛就逛，然后逛一些市区的小店。还是我们的肯德基，好吃吗？嗯，台湾的好吃还是澳洲的好吃呢？嗯，我最好吃。啊？来接吴小姐的保姆车，不好意思啊，吴小姐在澳洲也是，好、哦、也是有明星光环了，卡兹也是有明星光环，我们现在上我们的保姆车了，而且我们是宾士，宾士保姆车。挤兑啊！怎么那么多人跟我们一起挤啊？我们不是明星吗？哦，没关系啦，大家一起分享哦。耶！